而家我哋响西洋菜街同埋亚街老街上面。而家咧，警方咧就有退去嘅迹象。咁后面咧就随住警方有退去嘅迹象啦，后面就有大批嘅市民咧就向住警方叫喊噶，就大嗌噶。去边啊！快过去啊！咁啊，市民亦都咧就系随住警方嘅退去啦，就人潮咧亦都系追随住警方噶。咁啊，消防车咧就慢慢咁样向前驶进。喂，发大湾区啦，方林仔！我就企喺韦志峰议员嘅隔篱，咁咧就现场嘅速龙小队啦。就向我哋咧喷洒咧胡椒喷雾啊！问你做乜喷市民啊，垃圾！行街啦，走啦！走啦，屌你老母！咁咧就我就冇并，我都跑拧转头比较快啊。所以咧就冇直接咁接觸到胡椒噴霧。走啦！屌你老母！然后咧就喺度喷雾，冇啊，好多雾啊！
催淚彈本身咧，佢自己係個槍嚟嘅，咁佢係好強嘅撞擊力嘅。佢哋應該跟我根據指引咧，應該係向遠方發射嘅。